堂口》是一部翻拍自《喋血街头》的动作片，由吴宇森和张家镇担任监制和制片人，陈毅力担任导演，吴彦祖、舒淇、刘烨、李小璐、杨佑宁、孙红雷、张震主演老赖影院在线看 GXXYCC。 在上海市郊的小村落，阿峰、小虎与大刚三人都是生长在朱家角的贫穷渔家子弟。小虎是大刚的亲弟弟，三人的情感有如手足般深厚，他们毅然决然赴上海发展，探索着这大城市中仿佛取之不尽的发达机会。来到魂牵梦萦的上海后，他们终于见识到纸醉金迷的繁华美景。上海有一间名闻遐迩的天堂夜总会，他们很快便迷失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声色漩涡中。天堂夜总会的舞台光芒特别闪耀，因为这里有位绝美动人、男人都为之倾倒的驻店女歌手露露。只是天堂夜总会歌舞不息的表象之后，却是暗潮汹涌、腥风血雨。他的拥有者红哥掌控上海的黑帮世界，而马克则是红哥最信任的得意助手。寻梦的过程最终免不了有得有失，但生命的救赎永远都有一线生机。随着他们三人逐渐晋升红哥的权力核心，他们万万想不到他们踏入了不归路，而这里和他们最初所期待的截然不同。阿峰自问，上海真的是所谓的天堂吗？真正的天堂又在那里？也许天堂存在于他们曾经拥有但如今永远失去的纯真之中。